啊，刚刚那一家汗蒸真的是太舒服了，我要把它列入我的爱店之一。他们家的香氛疗程也很不错哦，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还可以排毒。排毒很重要哎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去。喂，哦，我是。哈？哎，你们怎么这样作业啊？哎，你们这样子，喂，喂，怎么啦？没有啦，我家最近漏水，要装修一个月。订的饭店刚打来跟我讲说他们作业有问题，给我取消，真气死了！太夸张了吧？把他列入黑名单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没办法啊，我要赶快找到新的地方住了。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你，有一个这么温暖的家，还有这么爱你的老公，什么事你都不用操心。哎呀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现在要住哪里啊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要不要先来我家住几天？住你家，这样会不会不方便啊？应该是还好啦，我等一下跟我老公说一声好了。可是我这样会不会打扰到你们的两人世界？我知道你贴心，不想麻烦别人，自己人就先别想太多。不过如果你介意的话，我也不勉强你哦。我怎么会介意？我谢谢你都来不及了。那就好啦。小云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因为这好姐妹真的太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会赶快找到地方住，不会打扰你们太久。不急，你慢慢找，不要担心。对，我现在在路上，啊，然后我到了，你们把资料印好就可以开会了。好，好。喂 ，Honey。喂，老公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呢？轩恩他家在装修，他临时又订不到饭店。我们家不是有客房吗？我想说让他来我们家住几天，你会不会介意？老公 ，Honey，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决定哦。你想要帮忙就帮忙啦。好，那我再跟轩恩说。好了，不打扰你工作了，爱你哦。爱你爱你，么么么。嗯啊，拜拜。接下来就麻烦你喽。没什么问题，反正我也觉得蛮有挑战性的。林轩恩，你真的是 amazing。来了来了，轩恩，你终于来了，来请进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小心小心，老公，轩恩来了。好好，我来。哎，来，你行李给关山就好了。关山特别请假半天来帮你搬行李。行李就一个啊？就只是暂时住几天而已，哪好意思打扰你们太久。不要再说打扰了，都来住了，当自己家啊。对啊，不要客气嘛，我们都很欢迎的。赵先生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打扰你们作息的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真的。你呢，就像小云说的，把这边当自己家就好了。你们两个客套来客套去，我都快尴尬死了，老公。好，那不然这样吧，你就不要再叫我赵先生了啊，从今天开始就叫我关山。嗯，关山。哎，赵先生，我带轩小姐去客房，行李就麻烦你了。没问题，小云小姐。来。哎，我们家客房在这边。哎，我手机响了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你好。嗯，哎，你稍等我一下，老公，你帮我招呼一下轩恩。好，这边是对书柜的，那到时候呢？哎呀，你们先进去啦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请这边。是。取消。哎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一个月前就订了，怎么样？我很满意。对，是取消。哎，我一个月前就订了，这边
哎，我是 VVVIP 耶。好，我去拿证据给你看。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怎么这么有效率啊？怎么可以让你失望？我很满意。哎 ，Honey， 吃早餐喽！哇，老公今天的早餐怎么特别丰盛呢？有吗？有啊，啊，有我最喜欢吃的蛋，吃吃看。嗯，今天的蛋很嫩，嫩哈。嗯，蛋要嫩，培根要微焦。嗯，我去叫轩恩起来，看他起完了没，一起吃早餐。嗯，不用 ，Honey， 汤那份我已经放在里面了，他随时起来都可以吃。好贴心哦，老公。Honey，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才帮别人做早餐的，不然我才不这样做的。谢谢老公，我知道。啊，哎，早安，早啊，轩恩，你们好早哦。放心，我不会当你们两个世界。啊，我是口好渴，出来喝杯水。你们慢慢用，我先回去睡了哦。怎么了？指甲晒太老吗？不是，没有。慢慢吃。啊，我今天早上其实有一个会，时间也差不多，我等一下就先走。上班小心。OK。今天开心哦。拜拜。轩，你睡了吗？